杨子二，你还不谈恋爱啊？想谈，但没有。没合适的。也遇不到任何人。因为你拍一个戏，就是那五个月都过去，就那几个人。然后你回家，你根本你也没有别的圈的人，然后你再拍一个戏。就是那几个人，然后有几个月，而且有的时候很好的，就是拍戏很好的朋友，你就圈里玩很好朋友，可能你休息的时候人家拍戏。对，杨子的感情问题一直是很受关注的，在做个蘑菇的时候，黄磊就忍不住问杨子怎么还不谈恋爱，杨子也是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原来杨子也是很想谈恋爱的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因为杨子是演员，一直在进组拍戏，身边的男性只有自己的合作对象，转来转去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，一直都没有谈恋爱的机会。而戏属杨子合作过的男演员近些年来就是李现、肖战、井柏然等人了，而这些人都是杨子的好朋友，也没有往恋爱方向去发展，怪不得杨子说没机会恋爱呢。一起合作的男演员都成了好哥们儿，不得不说杨子这交朋友的能力是真的很强呀，身边的适龄男星都成了好朋友，期待小猴子的真命天子呀。关注我，关注我，关注我。